会冷静的，一个一个的揭发跟这个事故有关的所有人和所有的事情。你说申会长发生了意外？真正的目标是我姐。是丹芝吗？福丹芝找了一堆记者来公司打听，说要爆料什么事。会长，你就这样离开吧？你对会长做了什么事？你到底做了什么事？吴月珍现在应该还保管着吴明奎的手机。我想我绝对有这个资格保存他的遗物。要听清楚，不要吓到，这里有我们不知道的事实。我手上还有多少线索你应该很清楚，怎么能这样就慌了？申议员有危险，马上让他离开那个家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，逆流而上的爱情。